注意，海牛开始入水。比如说，像我们这个控制桶，我们这个转接盒，我们的实验室，在高压舱里面将这些东西放在容器里面，要打50兆帕，能够达到我们5000米的一个设计的那个标准。 别人的接转杆是这个拧半圈，然后松开了，然后再拧半圈，而我们是抓着了连续旋转，这样它接线转杆的速度非常快。我们设计了三种类型的钻头，一种是像这样的，是专门针对硬岩地层的钻头。 还有一种就是沉积物软岩地层的钻头，还有一种就是根据它的需要，全面钻击不曲线的钻头。这次还是成功了，也标志着我们自主具备了深水海底取样的能力。这项技术的应用将有极大的提高。 推进我国加快深海海洋地质科学以及岩土工程技术的提高。